干燥综合征就是一个说它是简单简单，说它复杂复杂，每个病都不一样，每个病人都不一样。有人得干燥综合征，一生就口干一点，眼干一点，可能没啥事，甚至就有点口干。有些人呢会累积肺、肝脏，这是最常见的，比方说干燥综合征的肺纤维化合并了这个肝硬化等等这些。所以与你就诊的时间，你的自己这个病的病情的发展的一个趋势啥都有关系。实际上要说这么一个概念，就是现在所有的病，我们扳着指头可以算一算，你觉得哪个病能够治得所谓的叫痊愈、治根、除根呢？大部分都没有吧。